那今天Mick大叔到那个圆山哦，神农市场这边看那个初上武林杨丽伟小姐的表演。那等下就希望各位先继续欣赏。
You're making a fool.
知道足迹这两个字。我从10年前就在舞台上表演，但是我觉得站在街头可以让更多人看见这项艺术是非常传统的民族技艺。现在我把它带上街头，我希望所有人可以认识我的足迹演出。如果你喜欢我的表演，前面有一个小小属于我的打赏箱，希望你都给我一点支持还有鼓励。待会也可以到我粉丝专页里面去按个赞留个言。如果你喜欢我的表演，在此我非常的感谢你。如果你真的不太喜欢我的表演，那么我也希望你能给我一点机会的打赏，谢谢大家。那现在表演就结束了，很精彩。